妈妈说每次包粽子都没有人吃，她这次就换个方式来包粽子，然后我们每个人一天都吃80颗粽子。我现在就是在等妈妈包那个紫色的，我愿意今年的每一餐都吃这个。客气了，来个100颗。如果有吃不完的，我愿意帮忙，我可以回收粽叶。谈钱伤感情，我们吃的是妈妈的爱。色的，我愿意今年的每一餐都吃这个。这次用鸡胸肉充当米饭，肉用牛舌代替，蛋黄放1/3颗，还有一些健康的蔬菜，蒸好之后更香了。布里马上从房间跑出来看，端午节要到了，赶快来包粽子，不然就落伍了。这次用鸡胸肉充当米饭，3粒粽子大概用了3块，先填入一点鸡胸垫底，再放入儿子想要的内馅。土豆肉用牛舌代替，蛋黄放1/3颗，还有一些健康的蔬菜，最后再用鸡胸盖起来。不会那么大一包，对，救他了。放石头，我硬了。蒸好之后更香了。布里马上从房间跑出来看，速速打开炊粮给布里吃，可乐饼也跑来了，但可能看到花椰菜就跑了，剩下布里大快朵颐。快找时间来试试这个超简单宠物肉粽吧。